郭晋安、周丽淇、陈志尧等演员出席剧集《再创世纪》宣传活动。《再创世纪》唔止受剧迷欢迎，连影帝都日日追噶。咁因为琴日我见到阿梁家辉哥哥，家辉哥哥有睇我哋套电视剧咯，多谢晒。佢仲话，佢仲问我剧情后面嗰度咧，你有冇投资嗰个咩水力发电啊？我真系讲得出，跟住佢话嗰个咩节能嗰个咩能源计划一定系假噶啦，你有冇投落去啊？咁啊，我好感谢佢，因为佢真系同佢太太有追剧咯，佢真系佢真系打开电视追，佢唔系喺网上睇，咁所以真系好多谢。拍完呢套剧，安仔同埋 Nicky 都熟咗好多。安仔仲笑 Nicky 系问题少女添。有啊，我觉得好烦啊，已经即系捉住安仔。由第一日，我觉得大家即系虽然未合作过，第一日都我都唔理啦，我就同佢倾偈咯，主动啊。不过嗱，又唔好咁样话自己。我觉得咧，作为一个艺人，譬如我同你唔熟，但系一开工你就俾一个咁嘅信息我咧，我会喺好短时间内同你混熟咗。呢个好紧要，呢样我自问我真系做唔到。我比較沉默啲嘅，我係羔羊嚟噶嘛，比較沉默啲。仲有唔係戲裏邊嘅做嘢咁簡單嘅，佢係會私底下佢會同你講佢嘅人生觀同埋佢人生經歷，哇，真係好聽，即係震撼到你。咁啊，梗唔講得啦，呢啲真係多傻噶。陳志瑤早前就趁住放假帶咗女女去旅行，不過老公黃浩信就開工冇份去嘞。嚟緊啊，好快，咁我就要開新劇啦。咁所以你知道我，譬如我一開劇啦，咁可能我就好多個月，咁我就唔走得開啦。咁所以變咗，我想喺我開劇之前啦，就有時間就陪多啲小朋友啦。咁譬如可能因為佢之前都有少少假期，咁就可以帶佢去叫做見識一下個世界啦，即係出去多啲啦，係咯咁樣咯。